大家好，我是小宝，动身把手套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宝，今天出来溜达了。大家以为我在雪地上，对不对？我在冰面上，这是苏花江，每年都会冻上。然后冰雪大世界呀、赵林公园啊，那些冰灯啊什么的，都是差不多在这些地方取的。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苏花江冻了之后什么样的。看、那有座大桥啊，非常壮观，非常啊，对，非常壮观，非常漂亮啊，但也非常冷，看我头发。然后但是也给大家参观一下吧，毕竟这是只有东北这种情况下才会出现的画面，对，出现的场景。